鲜甜多汁的水蜜桃，咬下一口，连小朋友都说赞。还有水蜜桃阿嬷亲自行销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选购来自延平乡出产的水蜜桃。好吃，好甜的水蜜桃。再吃一口，自己拿，再吃一口。自己拿，好吃。现在是水蜜桃的季节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的延平的这个水蜜桃的特色是什么？因为像我们上上那边都是热带水蜜桃，所以今天就我们就改那个水蜜桃酒。在哎，啊，然后呢，今天就全国性的布农组社会去利用这个机会送水蜜桃酒。那我们的水蜜桃吃起来的特色是什么？有香味，跟阿嬷一样，水蜜桃阿嬷。正逢举办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，延平乡水蜜桃产销班特别借此机会行销水蜜桃。好吃的水蜜桃，看外表就知道，粉嫩的肌肤，咬下一口又多汁香甜，甜度是百分百，更是延平乡水蜜桃的特色。这个时节正是品尝水蜜桃的好时机，延平乡长胡荣典广邀大家多多选购延平乡的水蜜桃，让自己也漂亮一下。东泰宣布郑慧茹在延平乡的采访报道。欢迎你们来这里买我们延平的水蜜桃。